所以我们现在，所以我们现在把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角，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三脚架撑到最高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三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自拍三脚架撑到最高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它有多稳。就假设外面有强风之类的，让它晃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三角自拍棒已经撑到最高的高度了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假设外面有强风，然后你想要自拍的话，那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多稳，怕不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把我们三角自拍棒撑到最高的部分，那我们现在是立在地板上，那假设我们现在外面有强风、有台风，想要拍照，你想要自拍的话，到底相机多稳呢？会不会被风吹倒之类的？那我们现在三角，那我们现在三角自拍棒已经吃，那我们现在目前三角自拍棒，那我们现在三角自拍棒目前是最高的高度，那我们就来假设外面有强风，但是你还是想要自拍的话，那我们，那我们现在三角自拍棒已经撑到最高的高度了，那我们假设你在强风中，户外强风中，你想要自拍，那我们假设。那我们现在自拍棒已经撑到最高的高度了。那我们假设你在强风中想要自拍，所以我们假设现在有强风，然后我们来晃一下这个脚架。那现在自拍，那现在这个是自拍，那现在这个自拍三脚架已经撑到最高的高度。那假设你在强风中想要自拍，那现在这个三角自拍棒已经撑到最高的高度。那假设。那现在这个三角自拍棒已经撑到最高的高度了。那我们假设你在强风中，但是你还是很想要自拍。啊，强风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自拍棒推倒呢？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自拍棒撑到最高的高度了。那我们假设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自拍棒撑到最高的高度了。那我们假设现在有强风，但是你还是很想要自拍。我们看看这个自拍棒到底多稳，有没有办法抵住强风的干扰呢？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自拍棒撑到最高的高度了。那接着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到底多稳。那假设有强风啊，还是干嘛的？你在强风中还是想要？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自拍。三脚架，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自拍三脚架撑到最高的高度了。那我们假设你在强风中还是很想自拍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会不会被风吹倒呢？还是有什么外力影响，会不会让它很容易倒呢 ？Jesus Christ！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自拍三脚架已经撑到最高的高度，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到底稳不稳。如果外面有很强的风，但是你还是很想要自拍的话，稳不稳？看起来是颇稳的啦，就是我们下面的脚是把它撑开来，撑到最大的状态。那平常的自拍架应该已经倒了吧？那现在。真的是口袋经验，没有在开玩笑了，这还蛮稳的啦，就强风不可能这么疯狂吧，直接把你吹倒。目前这样子看起来是还蛮，还蛮 OK 的。Jesus Christ！